八一将至，解放军驻港部队惠州舰昨天下午抵达惠州大亚湾大腊甲岛海域，并从今天起连续三天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参观。惠州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新一代轻型导弹护卫舰，集成了多型武器装备、隐身性能好等特点。驻港部队惠州舰作为国产最新的056型护卫舰，它的最大长度约90米，宽度为11米，排水量为1300多吨。平时它的主要使命是巡逻、护航、警戒以及海上作战等方面的任务。我们这型舰它在无论从设计还是建造，都是以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水准进行那个设计和建造的，信息化程度非常高。据介绍，惠州舰面向市民开放期间，驻港部队官兵将与当地民众开展军民共建系列活动。广东台记者曾小强报道。